第一天。明天的我要早起，要吃早饭，要喝一杯健康的鲜榨饮料，要好好的化个妆打扮一下，要对每个人 nice 和颜悦色，虚心向每个人请教。明天加油。第二天。一个啥门子啊，出气。冷静，我的请黑呀。冷静，你这个粉丝绝对不会的那请客。结果从后给他们交给尾了，给这些文章搞了本地了。你这个点心好吃不了，弄完了给他蒙起来了，蒙起来呀，能不能给你吧，弄一个女的无了，我吃到今天才减肥的呀，能不能给我吃一点，刚才求我死，我这吃一口又不会胖的了，而且我吃好像我要减肥的呀。到1901去喝酒了，兄弟们谁在那边等着的，快点走、喝酒不去，我现在收山了，这种局不要再叫我了，我现在只去那种健康局，你们去吧，你们能吵不大，就一杯好了，就坐10分钟，好，喝一杯就好了，好吧，就10分钟。我跟你说，我就待5分钟，5分钟我也不多待，你们这种年轻人怎么这么爱去这种地方，我跟你说我现在最不喜欢这种深色场所，真的是你们，哎，好，没问题，就喝一杯，好，走，说好了啊，我就待5分钟啊，我1分钟都不多待啊。凌晨3点。Gucci Prada Pra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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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ucci